仗剑红尘，平步青天。悠悠水月，宫中萌，人如游。干，小贼，你想干什么？欺负我个头小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千杯醉不倒，唯我酒剑仙。一剑青云意，逍遥天地间。遥感按钮进行移动。作恶多端的罗刹鬼婆，本大侠要为民除害。点击普通攻击按钮进行攻击。逍遥神剑。万剑诀。御剑术。杀神降世。万剑诀。罗刹鬼婆，你逃不掉的。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。九幽魔兵，速速现身。技能按钮，释放法宝技能，剑神附体。啊！快放了他们！卷残云。
重伤陨灭。作恶多端的罗刹鬼婆，既然落到你手里，要杀要剐不用多想。哎呀，哎呀，李逍遥，你皮痒啊？敢说老娘是什么鬼婆？婶婶，你不要每次叫人起床都拿。赶紧把店里收拾一下，待会儿客人就该上门了。还点击切换至机能状态，御剑兽天剑，万剑诀，御剑兽，万剑诀，御剑兽。李逍遥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哦，来了。哎，真是片刻不得闲。客官，里边请。搞什么啊？慢吞吞。小店今天没别的客人，请问各位大爷们还有啥吩咐的？客人都招待好了吗？可别怠慢了。就一点小钱儿，这不就来孝敬婶婶您了吗？几位大爷，酒菜送来了。切，真难伺候。气死老娘了，那臭要饭的竟然赖在门口想吃白食。酒，去去去，我们也很穷，没钱分。行了行了，别喝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全喝光了？哎呀，你怎么全喝光了？你要陪我。奇怪，怎么只剩半坛酒了？哎，有贼！御剑兽，天剑，万剑诀，哈，天剑，御剑兽。万剑诀，御剑
受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把你的东西打坏，只是你们实在是……哎，他们竟然抛下了你，那你以后……唉，真可怜啊。